第二个问题，如果夫妇两个人性格截然相反，一个好动好说，另一个好静少言寡语，为什么在结婚前相互吸引，在婚后却觉得很难相处？请师父慈悲开示，如何化解？很简单，一般的缘分它就是这样的，一般的人跟人的缘分呢，就是婚姻上面的缘分呢，是先甜后苦，就是先是善缘，后是这个恶缘，是这么来的。那么善缘来的时候呢，就是大家谈恋爱的时候，这是善缘。那么结婚之后呢，还是有善缘的，一般。那么等到恶缘来的时候呢，你就算他在不讲话，他都会有气，实际上已经经过长期的一种不能磨合的这种心态所造成的，实际上讲到底呢，还是恶缘来了。那么赶快要念解结咒，把恶缘去掉，把善缘要保持住。很多人就是在善缘的时候拼命的玩啊，开心啊，不尊重对方啊，这就是一个消耗你善缘很快的一个问题。所以要把善缘慢慢用，婚后呢，恶缘才会把它遮掉很多。那另外一个方面，用现在的科学讲呢，是人有气场的。当一个男人他结婚之前，他追求他的时候，他用的都是善良的气场，他用很爱他的一种爱他的一种气场。所以呢，对方能接受他好的磁场，他就会很开心。当结了婚之后呢，他相互之间呢，气场开始排斥，觉得老婆怎么这么懒，这点不肯做，这点不肯做，怎么跟我吵，跟我闹。然后呢，老婆呢看见老公呢，你怎么都跟我作对，气场一不合，那么对方相互排斥，那么就没有好话说了。所以人会觉得越过越难过，要调整一个。记住了，改变不了别人，就学会改变自己。你要把这段婚姻维持下去，最好的方法改变自己。谢谢师父慈悲开示。